教恁先讲，无紧啦。好啦，听无？鲁豫。鲁豫哦，斗胜利，拜阿公，拜阿妈，来，快点讲来。啊，无阿公拜拜，咱才等下等来吃。阿公啊，你食无了，剩咧咱来吃。我嘛食了。啊，对，咱讲这个阿公哦，就无了，咱剩咧个地方来吃，无咩讲啦。我讲来啊，吼，一斤卖偌济，百八块，见到卖偌济啦，好不好？好，等反正生理以后，无啥物好讲的啦。我袂爱讲。讲完就好来，我讲来啊，吼，两百卖一千，卖八百开六百，好不好？反正生理以后无啥物好讲的，开六百、五百、四百，咩来无？啊，三百以后五来啦，只啊两百块来，都来两百，来。好，下一只大尾螺啊，我就只两百块来，大两百来，好来，两百来，来。看一下大尾龙鱼啦，看一下大尾龙鱼，看一下大尾龙鱼啦，好，你要吃好就吃，讲好去啦，无话费啊啦吼，来，哦，这两天生理鱼也未较济，咱讲真诶啦，哦，生理鱼啊，伊到生理可未较济，咱讲真诶啦吼，我吃一只鲈鱼，我就吃两百块鲈鱼，啥物事啊？两百块要来无啦？鲈啊，有人要吹无？啊，无要吃我袂烦好无？我讲真诶啊吼，你若无要吃就是袂烦啦，看一三斤活动诶鲈鱼，两百块啦，好，你要来就两百来，好来。哦，三斤活动的鲈鱼，我卖你两百块也俗。你用新瓜底有数啦，我真的来好啦。我下一只鲈鱼的，来。好，好来。好，我下一只鲈鱼的，赶快去买了，都来啦，来啦，来啦。好，来。好，再一只鲈鱼哦，快讲来啦，好来啦。好，赶快两百块，我下面吃来，两百块鲈鱼，再一只鲈鱼的无？鲈啊，无啦，鲈啊，两百块无啊吼。罗啊，两百无啊吼，来就回来，快讲来啦来啦吼，睇咧是相同，番薯粿上来钱好食，剩咧卖搁加讲啊好无？番薯粿啊，哦牛粿啊，快讲来啦吼，反正只一两嘛无啊，卖讲一斤卖偌济，一斤饲个百八块百六块，只卖五百，卖四百，开三百，有人要来无？我招一个两百块是相同，啥物钱诶？两百块，来，快讲来啦，诶无啊嘛吼，拢无啊吼，来，两百来，来两百来。只有两百块，然后没信札，两百送到那个大叔跟一堆两百，我跟你讲，做两个就去啊，歪老啊啦，之前我当对个啦，安尼啦，你能永远十八岁，之前我当对个，谁都永远十八岁，他们下面钱啊，不要时间好就只两百块，时间好下面钱，两百，来不买不买，继续来，好来喽，快讲，好，妈妈也太可爱了嘛，哎，刚刚讲完够点嘞，冇讲完，咋，讲完咋来哟？过来走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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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好无？有大尾无大尾，我来看一下。来，我请你来。八只啦，啊八只啊八只啊！我跟你讲来啦吼，有大尾无大尾，你大家看一下就知影。啊，只大只看一下吼，介大尾吼，咱袂用心讲啊。我招几个来，都卖啰嗦好无？卖我一尾了偌济，介无超过四十五十来，我招个熊来都来，两尾四尾四尾，其他愈大尾愈贵啦。我来讲真个啦吼，六尾哦去安尼也无来，八尾就只来啦吼，卖讲五百做四百。好不好？三百二啊五，我招一个两百块，啥物事啊？百二啊两百块，你要争无？百只啊，我招一个两百来，人要来无？八尾两百来，我招一个十尾两百块，百只啥物事啊？百二啊十尾两百块，人要吃无？百二啊十只两百块，你要来无？无了。哎，那个大尾百只你都冇要来哦？大只百只冇要吃哦？我跟你讲，我只只就无吃，我做安谈的，我讲真的哦，两百。无啊！我你讲来啦吼，安尼啦，我你讲，我招一下熊头来，吼，这十尾两百块肉鱼啊，看你要争无？反正你等于虽然打真好食来，真正打大只尔。我你讲来啦吼，十尾两百，今仔想要食肉鱼啊，我当作细尾卖你。我今仔想要食，我当作细尾卖你来。十二尾两百一个来，吼，十四尾两百一个来。要吃来，我讲这十尾多去，两百多来，我一百吃啦无？两百块，有人要来无？我当作细尾卖你好啊，两百块，真好打，真好吃，倒菜碗，两百就一个好啊，啥物吃来啦？两百块，无了，卖鱼两百无去哦，卖鸟少一遍两百，无了，靠腰啊，靠腰，真靠腰，
我大妹当作小妹卖你，那要是要安怎？还是要小妹当作大妹卖你？咱讲真的啊，还要气死人嘞！还要来跑进来，讲重点，大明家会先讲话来，我你讲好来啦来啦，我呀大明家会先讲话，我袂听这首来来，哦，我你讲吼，我这项目无，我讲一个啦，有较简单我尽量提出来恁看啦，好不好？要比较简单的东西，我尽量提出来恁看啦。我讲这首我啥物食啦，登记啊吼，要素盐唔素盐，打针你在你啊，吼，哈那真的好食。要收盐唔收盐，在恁哪无？我招几个来都好来，莫讲超市一个偌济，80块、70块绝对走袂去。哦，进口的，进口的啦。哦，罗威青鱼来，哦，两袋、三袋、三袋好去好无？我即时四袋招招来，莫讲500做400，300二啊五，开200的都好来。这就进口的，我招一个200块罗威青鱼啊，有哪一只无？无要，我你讲来，5袋200招一个好啊，罗威青鱼啊，啥物真呢？无过来，6袋我就借200块落去青鱼来，6个200块，迄落等下等下，你有哪要食啥无？啊无我袂甲规身躯汗呢，咱讲真诶，透透凉凉啊，我不知道袂甲规身躯汗。200借一个，落来啥就落去青诶，6个200块，啥物食诶啦？我才话吼，来，快紧，快讲吼，7袋200，赶快卖啰嗦啦，好不好？我从外口恁无买遐俗个，无得买遐俗个啦。八条蕉恁也一对200好啊，200块落去青鱼，啥物食200块？有人要来无？落去青鱼我招一个200来，倒来，啥物食？落去青啊？啊，我买个毛啊，我买个毛啊。咱讲真个，我买个毛啊。啊，人说连全部三拢无人要插我。咱讲真个啦吼，200块要来吼？我问一遍，200块。无啊，好来，哦，后人咧全部三拢无要送我，你讲真诶来，落死啊！我讲来啦，遮虾啊，啥物食虾啊，好无？我讲吼，讲重点，做明解，你先讲。啊，我讲吼，虾啊，大只诶，吼，大只虾啊，你当然用三好食，用菜好食，好无？三好食，菜好食，紧好啦，无？卖我一斤卖偌济，是，安怎样？大只。哦，很哪下啦吼，卖我一斤卖偌济，300几块。我你讲来啦吼，凊彩无重要，我明仔面偌济500、400，安尼好无？35，我就借300块来，倒虾啊，啥物菜300，箱子300块，有人要来无？虾啊，就借300块虾啊，来，我你讲，无紧，咱讲真个啦吼，来，镜头大只，一对300，倒虾啊300块，啥物食？箱子300块，有人要来无？虾啊！还要就借300块，有人要借来无？立贤吗？哎，就卖别立贤吗？走，包一片是。我给转掉，他都卖4片200，4包200。好来，快讲。然后我们上次开箱，一包里面大概是15片、16片，而且是有一点厚度的。高雄人早。那绝对那是两斤的啦。小七早，东哥早哦。好了，100块再给我寄给你啦。可乐早。快讲吼，你在做要吃虾来无？咱讲今天一片好啦。我虾啊，存一箱尔啦，吼，这也是箱啊啦。我你讲看你要吃无？我登记啊吼，我想要炒、要杀、要煮、要卤，在恁头来啦，来。真歹开，真歹开。不客气哦。真歹开，来。很香的嘛。虾子 ，Hello， 来我来告诉你哈，我问一遍哈，咱们吃虾啊。忽暗忽亮是边场的关系。我来啦，来啦。那我再去找一下位置，找原本那个位置好了。那是因为保利龙会反光啦，我去另外一边。好，在哪里？大只都来无？在哪里啊？好，啥个吃啊？啊，我们吃好就吃300块来，多我们讲讲清楚好不好？哦，虾啊！我就是300块来，多虾子300块。咱要吃无？虾啊，就可能就是300块来，多虾什么菜300块。咱要来无？虾啊！咱吃虾啊，我就是300块来，多300。虾子。这边呢？你嘛是无人要吃无？有没有比较好一点？啊，各用几个饭到啦。不对，我们这个大夹场就是这一点都白讲，就是都在户外户量。因为太阳是从那个我们的面前那边上来的。哎，不会啦，在最高。哎呀，右边卖最高啦。
我跟你讲啦，今仔对我面外卖了外卖啦。安尼有较好无？我讲真诶，外口咧卖300块，300块是安尼尔啦。外口咧卖300块是安尼尔啦。我讲真诶啦，我卖外卖了外卖啊，这无好笑啦。来啦，快上班。哦，我下面讲黑啦。还没有按赞的朋友，记得帮我按赞一下。来。好，我跟你讲来啦吼，我想要吃虾啊，就是300块虾，想要吃啊，300块啦，虾啊300块啦，300，想要吃啊无？啊，300包就一个好啊，你看，咱讲八个啦吼，你看我这到头，他到千八啊，千八哦，千八才有够本的哦，咱讲真的啊，我就是300块，想要吃啊，300，无啊吼，300无啊吼，好啦。好啦，我紧啦吼，别帮来吼，来啦，来咧，我就想咱讲白，做面甲会少讲话，安尼好不来？啥物件？搭配鱼啊，只啊，然后等我看得出，小可大细只哦，吼，小可大细只，你卖见我啦。我大细只，我扛扛条来。好，基本上嘛。按赞按起来，还没按赞的朋友，记得帮我按一下赞。等朱家明坐灯啦，感谢大家。朱家明是大有水，完全拢无钱吼，两百卖600，像美姐，好，两百卖600，我讲500。有时候那个大叔会讲国语，说谁要吃的？五百块，价有点热，7-8里的吧？太阳出来有点热，生意杂。树德早安，补课 OK 没问题。下午再补。不可以啊，我就是4。下午会有集团哦，我们现在下午大概3点开始都会有当天的集团。我就是400块来的，下面。然后晚上才下班的话，可以看那个直播。我们晚上也会在直播。不可以不让当天早上的。剥皮鱼，我就。